小妮不想跟你玩。小妮，怎么了？小妮有老婆了，不搭理你了。你俩四目相对呀、啊，四目相对，你瞅着我，我瞅着你。小眼瞪大眼。嗯，他是大眼，你是小眼。我是大眼，他是小眼，对不对？咋了？那这个刚刚把一个屎弹出来了，给他打扫一下。你可以和小妮搞一个组合。啥组合？禽兽，他是禽，你是兽。小妮，你要管好你老婆，屎都飞出来了。悄悄变你的芬芳，我她是桥边姑娘。小妮，爸爸，小妮有朋友了，都不陪我玩了。我可以陪你玩啊，我们去玩个小游戏去吧。好，我今天看到一个科学小实验，我们一起去玩。OK， 玩个，搞啥东西？我来。你别玩，你全就行了。没事，不会的。我们拿几个工具，我们来试验一下。看到了没有？这是一个球，这是一个杯子。你看啊，它不是很高是吧？对。你看装在杯子里面啊，这杯子啥都没有，也是不高是吧？好，现在我要准备一个小道具加到你。技术有限啊！你爸爸干啥去？他去上厕所。他不会去装点屎找你玩了吧？你干啥？你跑厕所干啥？装的尿啊？装的尿。水，一点都不斯文。你看，这个里面装上水了啊。等等，我摸一下，免得有什么。嗯，最好是尝一下，看一下。来吧，嗯，见证奇迹的时刻啊！你要干嘛？一、二、三。我的妈你！哎呀！好，奇迹见证完了，这个剩下的这个烂摊子就由你收拾了。不是，那是搞的啥啥我都没看懂。啊？还没看懂啊？嗯。这个杯子里面装上水了之后，把那个放在里面，它一下就弹起来了。你再搞一会儿我看。啊，好啊，你干啥噻？妈呀，差点跑我身上了，你知道不？很危险的。好，别眨眼啊！这个里面装的是水哦，这个是球，放在这里面，接着。小丽，你立地一米高就可以。一、二、三。这是啥？这是科学小实验呐、啊！不是，啥好玩的噻？我不懂。妈妈对于这方面没有这方面科学爱好。那不是也能弹起来呗？没有这个弹的高、啊。好，我看。弹的多高啊？是吧？再躲高几会儿呗。再躲高几会儿，你看这底下的飞，你再躲高几会儿、哦。这个主要是陪牛小爱玩。你再躲高几会儿。你快拿拖把去！你自己拿，你搞的关我啥事儿啊？我是在陪你玩儿噻。我又没叫你用厕所。陪你玩儿，你收拾烂摊子，这个拖地也是在玩儿。是你搞的，你搞完了，这个该你搞。李小爱，你听懂了没？你看懂了没？你好奇怪呀！